老师，老师，哎，怎么？老师，我们班是有补习吗？没有，放假。放假，拜四、拜五、拜六放假。我就是开这个要跟他们讲啊，我看他们以为今天也是迟上课，所以哎，就是没有，所以他们迟进来，他们以为是 recorded。对，嗯，OK，哎，等下提醒我啊，如果还有人再进来的话，可能心仪咯，心仪。这个拜四是除夕是吗？然后拜五、拜六我们放假，OK，所以影响到你们的是拜六罢了。然后这个没有补回的，因为是公共假期啦，所以不需要补回啦。OK，陈恩，你的拜六的课里面是有几堂嘞？其实你要去看回啊，知道吗？啊，那时觉得我们是教蛮多了，OK。OK，大家来，还有啊，那个拜六的课啊，如果你们不能起来是什么的话，我看一下怎样可以换时间啊。可是一定要来耶，知道吗？不可以 miss 掉这样多堂课。所以暂时来讲，我要讲的就是这样，这个拜四、拜五、拜六没有上课啊。OK，上一堂课哈，狗狗教到这个1.2了啊，第一个bug 的1.2了。哼 是啦，我就知道。OK，这个1.1.2啊，这个第一课啊，加多的 graph 啊，大家 OK，我讲回一点点东西啊，OK，所以1.1是那个加多它的用途咯，知道吗？你看它哈，第二课好像很简单啊，他会问很细的，我跟你讲，他会问什么重点啊？我现在跟你讲啊，OK，如果上一堂课啊，你有看的话，这一堂课你当复习会有一点影响，我很快的，前面狗狗讲了的，我很快讲过一下。OK，所以加多的特征，我跟你讲特征，它很显出第一个，OK，就是加多里面要有什么啊？每次我们画加多一定要有什么啊？OK，要有题目咯，这个很逻辑啦，是不是不用死背？会有资料咯，对吗？OK，data dan maklumat，OK，data dan maklumat 是一样的啦，其实，data dan maklumat 有题目，有资料，OK，还有 sumber。来源就是可能这一个表是从别的地方拿来的这样，OK，给它的用途啊，用途其实也没有什么东西了哈，用途就是容易看啊，可以拿它可以，它当然讲你不能这个 melihat perubahan，我们可以拿来看有什么改变或者是什么 perdalian 有什么牵连啊，两个 set 的资料之间有什么关系，有什么牵连这样咯，OK。比如说年份，这个年份它是月份呐、啊，每个月可以看到它的那一个，这个是雨水量的改变，看到吗？可以看到改变，OK？牵连是什么关系呢？关系啊，你可以写一下你的书啊，OK？Form 3的话，你可以直接用课本了。
因为你不用还，你不是讲不用还书啦，可是哦，你到年尾啦，考试考完试你才还书了吗？所以这本书你可以用了，哦，不像 Form 1 Form 2的，你写课本也没有用，因为你要还书嘛。啊，你 Form 3 就没有得读回。现在今年来讲，这是你今年的书吗？明年没有考了的吗？哦，啊，所以你可以直接用课本写，用铅笔啦。OK， 然后呢，它也可以用来显示出他们的关联。OK， 关联是怎样呢？哈，就比如说啊，每一个这里有两组资料，这个是这一组左边呢是讲他们喜欢什么运动，右手边是讲每个运动多少个人的话，这个是运动跟人数之间的一个关联，这样啦，大概 OK， 它来可以做本格拉散啊。啊，本格拉散是这个啦 ，class 起来咯，分组分类咯，对吗？这是他们的那一种功能啊。OK， 这一个也是重要。卡埃拉本翁布兰马鲁曼，我们讲收集资料。OK， 第一个观察，第二个 ，OK， 你上一堂课你上了你有写吗？哈，有吗？你要给我讲一下这是什么来的 ？OK， 本马哈电视观察，一定要会啊，这个词啊重要啊。OK。没有，你上次没有写到的话，你现在写，在课本，这是第几面？第五面来的，啊，快快去拿出来一下，第五面来的，上次没有写到，这一次写。OK， 的目标是访问啊，访问人家。OK， OK， 第三个班期是做数量的，去算的，这个班期叫什么？我不懂华语，算人数啊，我们叫班期。等一下，我看一下华语叫什么。蹦哈蹦哥哥有给吗？哈，统计啊，应该叫人口统计。OK， 这个是人口统计。统计啊，人口等等的那个统计。统计。OK， 소알스리데，这一个第四个就是소알스리데。双十一就是给一个问卷写起来啊 ，OK， 这个是问卷。双十一给问卷，看到吗？说你给人家问卷，叫人家填给你咯啊。还有呢，第五个讲收集资料啊，就是找图书馆。Rujukan ke pustakaan 啊，其实不是图书馆罢了啦，只是它这个字很像图书馆，对吗？基本上就是那些字啊，那些书籍啊等等的 ，OK， 找书啊，包章 ，OK， 等等 ，OK， 有什么东西啊？你看啊，不过杂志也是哦 ，majala 哦，杂志 ，risala 是那一个传单啊，传单。Okay， Geratan Akbar 报纸的简报啊 ，Laman Web 或者是现在的话比较是上网了，对吗？全部东西都是上网，直接上网找啊，或者是 Chakrapadat CD，Chakrapadat 啊是 CD 这样的，就是通过影片呐、啊。OK， 这个是第五个 Rujukan ke Pustakaan， 说这个啊，我画了星星啊，你有没有画星星啊？我讲画星星啊 ，OK。哎，超不急跟我讲啊，因为现在我算是在做一个复习罢了，在我继续讲新的之前，上次哥哥讲了 ，OK 啊，嗯，可以接着 1.2 也是交流 ，OK， 什么东西重要啊？再来啊，画星星啊 ，OK， 奇瑞奇瑞重要，它有什么特征？他会问的，很爱问的奇瑞奇瑞啊，我给你它的重要的地方啊 ，OK， 它graph 会有打直或打横啊 ，OK， 有打就。有不蹲就 ，OK， 巴西就是它的直的吧，或者是横的吧。Menegak， 巴西 menegak， 巴西 mendata 就是打直或打横的资料咯。OK， 就是这样罢了。一、二、三、四，要题目。OK， 什么是不蹲就啊？这个是不蹲就，看到吗？啊 ，sorry 啊，巴西 menegak mendegak， menegak 跟 mendata 是这样。所以巴西 mendata 是打横的这个线。啊，巴西门那个是打直的声线，所以有四个东西，哎，一二三啊，有八，还有这个第五个打九 ，OK， 可以用途拿来做什么呢？用途啊 ，highlight 啊 ，OK， 或者是你不要用 highlight 在你的课本的话，你就刮胡还是用铅笔去画线刮胡啦 ，OK， 它是拿来显示出 data ability 啦，可以算的资料，可是不是雨水啊，知道吗？啊。
可以算的是什么呢？人啊，车辆啊，物质啊等等的。 OK， 也可以拿来显示出差别。比如说啊，学生怎样来学校啊，走路的人最多，大车的人黄色比较少，看到吗？看得到差别。所以是算能够，是记录能够算的，而且是用来显示出差别的，看到吗？我的这个星星只是给这两个的、啊、OK OK。 那个是 graph bar 是吗？ graph 有分 graph bar 模的简单的 graph bar 啦，因为有的 graph bar 不是有两三排排在一起，是不是？这个是模的，就是一排吧。 graph garisan 模的线条咯，是吗？ OK， 其里其里也是一样的，这里的其里其里就这样罢了。打住巴西门的嘎，巴西门的大，我看一下这边有什么啊？它的区域区域是 garrison 哦，是吗？ OK， 它就是用线条组合成。然后呢，如果很斜啊，大家注意啊，很斜的线代表改变很大。这个出让是很斜啊， OK， 斜。在哪里啊？斜斜啊，这个很斜啊，代表改变大。如果是比较平，门的大就是比较平，代表改变不大，知道吗？啊，你看啊，这里改变不大。如果你的线是这样的，哇，改变很大，明白吗？哦 ，OK， 喂 ，OK。然后呢，它的用途来，我又 highlight 了用途它每次问的啊，要显示出改变，然后仰不得如上，尤其是持续性的改变。它的重点在这个字“仰不得如上”啊，持续性哦，持续性的改变，不乌巴汉改变，你懂了哈？如要显示出持续性的改变，所以它连接着去咯，知道吗？好像刚才 graph bar 没有在持续的，它是分一组一组的，对不对？这个是持续性的改变啊。说，比如说呢，啊，温度啦，哦，人口改变啦 ，OK。卖的东西的产品每个月卖几多钱？为什么每个月卖几多钱？不是分组嘞，因为我想要知道啊，下一个月有没有进步，对吗？下下个月有没有再进步，还是它的 sales 跌了，上了还是跌了啊？我们就发现了，知道吗？产量也是我本来乱让它就打了嘛，这个是讲产量，东西的产量、生产量啊，啊，也是用这个，因为我们要 show 它有没有改变，这个月跟上个月有什么差别，这样咯。明白吗？ OK OK， 再来啊，我们再看啊。因为要显示出差别，就是讲会每个月的影响啊，可能会被上个月有一点影响的，知道吗？好像上个月在这边你预计了下一个月过年会卖多一点，它就应该要起咯、哦啊、OK graph gabungan， so graph gabungan 是用在，它的意思是又有线又有 graph bar， 看到吗？ OK，所以啊，它是什么的 gabungan 呢？是 graph bar muda 跟 graph garisan 合并。gabungan 的意思就是合并 ，OK， 合并啊。所以有两种资料啊 ，graph gabungan 有讲到两个资料，通常都是用我们学的 graph gabungan 只是一个吧，就是这一个 graph 同时显示出温度和雨水两个资料咯，一个是温度，一个是雨水咯。OK， 功能。显示出改变或者是差别 ，OK， 啊，然后有两件事 ，dua perkara， 说适合用来什么呢？你可以记它的例子，温度和雨水，还有一个就是价钱和产量，卖的价钱啊，还有你出产量 ，OK， and 出产的那个价钱 ，harga jualan 还有 pengeluaran， 出产的价钱还有卖的价钱 ，OK OK， 所以这个要有什么特征呢？要打九。巴西门的个两边，一边是就打直的线，两边啊，一边是雨水，一边是温度，看到吗？这边是在讲雨水，这边是在讲温度的哈。OK OK， 然后呢，下面啊 graph 它的巴西门data是月份哦啊，如果你自己画，你就不用写长长的，写 J 啊 F 啊就可以了 ，January February March 写那个头就可以了。OK， 大家今天我们看一点三啊 ，OK， 所以我们要讲间加多。啊，我们要讲间接到一样啊，我讲重点罢了啊 ，OK， 因为这也没有什么东西的。如果呢，我收集到一个资料啊 ，OK， 我看到 OK 那个啊人啊人名，我有他大家的人名，我已经问了我的班上的人，班上三十个人啊，将来学校已经问了 ，OK，
说他们给我的资料是这样，没有可能我把这个资料呈现给校长，如果校长要知道了，对吗？我把这个呈现给校长，校长要拿到几多班哦 ，Form 1到 Form 5，然后每一班的这个资料，这样讲哦，这样看哦，是不是？哦，所以呢，啊，他要总结一下的嘛，说我们先将从那个一个人一个人问哦，我们先见加多少个个的班，就是先总结一下几个人啊，哎，这个是哥哥啦班啊，就是这样罢了，就是算你知道哦，一串是五个啦哦，所以这个不要一下子跳，你不要这样算啦，加兰嘎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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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错误的方法。三个听啊 ，OK， 还有过后看 video 的人也是听啊，心仪，我现在想起哦，心仪他做什么 ？OK， 听啊，不可以这样算，这个是错的方法。为什么啊 ？OK， 基本上我们不会拿到这样的资料的，我们会拿到一排。Jalan kaki kereta, jalan kaki basikal, jalan kaki bus basikal 这样，没有人名的，也没有一到三十的，我们会拿到三十个 jalan kaki 或者是 kereta 或者是 basikal 或者是 bus bar。如果我们这样一个一个算了，会错的。要怎样算呢？从第一个开始 jalan kaki， 然后在 jalan kaki 那边写一，第二个 kereta 那边写一。看到我讲么？你知道我在做什么吗 ？Jalan kaki 那边再画五个就变一串 basikal。在巴西干那边一 ，OK， 然后还有什么 ？Jalan kaki 又来 Jalan kaki， 你看啊，当到五的时候啊，然后 bus 不可以跳啊，大家，我等下跟你讲为什么。巴西干，你知道我在做什么吗？大家，给我一个反应。大家知道我在做什么吗 ？Greta，OK，Matthew 跟啊 Jin 呢 ？Bus， 等下我跟你讲为什么这样麻烦啊，就是。我看到有人有 Jalan kaki 就写在 Jalan kaki 那边画，看到这个 bus 哦，割掉 bus 哦，写这边 e， motosika 割 motosika 写在这边写 e， OK， Jalan kaki 看啊， Jalan kaki 终于到一组了啊，这样就是一组了，五个就是一串了，你知道吗？哦，所以你算完了三十个哈、哦，到最后你就可以从这边看到，好，总共有多少个 bus 呢？五六七七个喽，看到吗？这个 busika 总共有四个喽。Jalan kaki 总共有5+2，十二个咯。Jin 明白吗 ？Matthew 反应 ，Matthew Greta 这样五个咯。哦 ，Motosika 两个咯。Jin 这样你明白吗？有一个就画条线啊，不是啊？对对对，有一个就画一条线。然后你算到哦，四个了，好像那边哦四个了，该一个一个画嘛，对不对？好像到 Jalan kaki 到最后又到 Jalan kaki 哦，终于第五个了啊。然后格雷达 在哪里？格雷达就放格雷达那边 ，OK， bus 放 bus 那边，这个就是间隔格拉班啊，他会问，他会叫我们做的。摩多西嘎画在摩多西嘎 ，OK， 你画完了、哦、就会像这样咯。Matthew OK 的哈、哦，因为那个反应我看不懂，那个反应是懂还是不懂啊？应该是 OK 啊 ，Matthew 是吗？OK， 为什么要做这个这样麻烦的方法 ？OK， 这个方法我跟你讲，来大家听啊。为什么啊？你知道我是最讨厌麻烦的啊！如果那些可以剪掉 shortcut， 我一定跟你讲 shortcut 的。哦，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呢？这个我跟你讲啊，甚至到 form five 啊，或者是老师啦自己啊，如果我们这样算啊，一定会有错。这个是不懂为什么，你知道吗？这个是人的大脑的一个构造来的。如果你要试的话，是不是？你现在我们可以四个人试，可是会有点浪费时间啊。就是哦，平时我会在班上试的了，我跟你讲，因为我要强调再强调，这个不是给你 geography 啊，给那个 form 以前 form five 他们考试数学课，他们很懒惰的嘛 ，form five 有些啊，他们 form five 才来我的班的，他们不熟悉我的，然后我讲他们不听的，真的是不听的。那熟悉我的啊，我好好跟他们讲，他们已经知道我 better 了的，我跟他们讲，我讲做要做的东西是一定要做的。那、这个哦，我们在班上会做一个测试的，你知道吗？大家一起来用你自己的方法去算 Jalan kaki 多少个啊 Greta 多少个 Basika 多少个 Bus 多少个，一定每一次啊没有错，一定有人错了，因为这个是大脑的结构来的，我们直接这样哦 Jalan kaki 算啊，一定有错，我可以肯定啊，不是讲年轻人还是老人家，全部人都会有错，所以这个方法哦，所以为什么不可以跳，一定要一个一个顺着去 OK 啊，所以 我跟你讲它的重要性，考试来讲呢，为什么要做？因为他问到你哥哥他爸，你就这样画了，明白吗 ？OK， 这样肯定有分了咯，你不是跟着去咯，是不是？好，接着，然后我们可以 ring gas gun 把它做更简单化它，然后要给 zoom 啦。
还有我教你怎样去 double check 啊，你算完了过后啊，看一下是不是三十个。如果他讲班上哦有五十个人，你算完了过后加起来一定要五十咯。这个是你 double check 的方法，知道吗？最好你可以重 check 过一次，不过可能我们不够时间嘛。所以最好的方法，诶，最快的方法是怎样啊？你做完了，你算 Zoom 那时候注意一下，是不是他题目讲的人数？他题目讲四十个人，你加起来啊，四十一个人就是讲有问题啊，你要重算了，明白啊？这个自己这个是常识来的啦，我相信你没有问题。OK，可以啊，三个啊，OK。1.4，我们来看，所以我们要画 graph bar muda graph。Garisan Muda 还有 Graph Gabungan 怎样画啊？OK，好，现在呢，你们家没有这个纸，对不对？有吗？哈，我想问一下，不用担心了哈，我也不会叫你画了。我看现在，我也不要怎样叫你画。你老师有叫你画吗？这第一课老师教完了吗？我想问，有哦，OK，有是有这个纸，还是老师有教你们画？啊，陈恩 Matthew。哦，看视频不能讲哦。陈恩呢没丢哎，老师有叫你们画吗？这个第一课，跟我讲一下，我帮你们有什么不懂的，我帮你们。我们学会一次就够了的，这一个会了就会有的。陈恩没丢，哎，这么没有反应的，要叫你们开 video 的哈，快点，给我一点反应来。OK，老师没有叫你们画哦，陈恩呢？没丢那个故事什么？你可以用泰的嘛？我问的问题不是是不是？我问的问题是有没有画这样？哦，OK，没丢啊！啊，陈恩啊，这个老师有没有教你们画？你们有没有纸？OK，有这个纸啦。OK，没丢嘞。啊，这样老师有没有教你们画？没丢有这个纸吗？应该有哈，应该是买的时候是有一次过买的。没丢这么啊？今天他答很快的吗？没丢你做什么？你在洗东西还是你在做什么？趁讲还洗碗，没丢哎！你在做什么？不要紧张，跟我讲，我们几个人罢了。哦，没有教你们画烂，OK。不过有这个纸啦。好，我暂时不教你们画先，OK。你先看老师有没有教你画先，OK。然后你不能再跟我讲这个画的哈啊，我教你。不过我们不用画先，OK。OK，他讲哦，首先啊，你看啊，其实这个课本也是很好，你可以参考的。首先，他给我们这个资料啊，OK，这个是 graph bermuda 啊，大家一起看啊。我们现在看 graph bermuda，这么还来不到？哦，他自己跑位啊，OK，bar 就是这样哦，一个 bar 一个 bar 啊。你现在什么东西都没有的话，你拿课本出来啊，知道吗？这样你可以看清楚一点，OK，怎样画呢？画打横打直啦，其实就是对吗？OK，但是有一个东西要注意的，我跟你讲。有时我们要自己选适合的，好像啊，你记得啊，打直啊，永远是数量来的，记得一个重点，打直永远是数量，好像这边哦，怎样来学校跟人数，肯定是人数打直的，这样的话你能理解吗？OK，我做一个小笔记啊，讲解，我写在这边啊，打直啊，直，在哪里？值，OK，永远是数量跟数量有关的，可以吗？可以算的东西，打横呢？通常啊，哈，分组的，通它打横啊，分组的，有一组一组的咯，OK，或者是月份呢？啊，等等的啦，OK，无论是什么 graph 都好，graph bar、graph Garrison 都是这样的，所以呢，肯定这一个是打横，这个是打直啊，对不对？人数你自己看一下啦，最高是十二吗？最少是二吗？哦，基本上你可以用完整张纸了咯。不过有时他会给我们把 C 的，OK？啊，好像这个他会选啦，1个 cm 可以代表一个学生哦。好，所以他直接画到上面啊，画到十二还是13格，这样咯。打横呢，其实也是这样吧，没有什么问题了，我看。好，把你要自己 try 一下，自己试一下啦，OK？它用1个 cm 代表一个学生啊，然后打横呢，记得 graph 中间啊要空掉的哈，不可以粘在一起啊，知道吗？粘在一起是不一样的 graph 来的，大家啊，三个记得不可以粘在一起是不一样的 graph 来的。可以接着，这个是考试一定要做的啊，Lorette 或 Wanna
或者是涂黑，考试啊一定要做的，涂黑或者是涂颜色。OK， 这个 lorette 的意思啊，你不可以全部一样涂黑哦啊，听啊，你可以其中一个班哦这样 ，OK， 另外一个班哦，哎呀，我画到歪，这样，你知道我在干嘛吗？你听得明哦，我讲什么？那个 lorette 有的哦，嗯，这样。不过你要画整齐一点啊，不会画到像我这样乱的啊。OK， 有一些呢就要，比如说这样咯，还是画圈圈你喜欢啊哈。OK， 这样的话你明白吗 ？lorette 的意思，为什么要每一个不一样呢？好像仙人掌，为什么要每一个不一样呢？你看啊 ，OK， 陈恩啊 ，Matthew 啊，你看啊，为什么要每一个不一样？因为我们要做这个东西 ，Berdunjo， 这是重点。所以你每个不一样哦，考试啊，没有可能我们带颜色嘛。其实你要带颜色更方便，你不带颜色也可以，不带颜色像我这样画咯。所以你一个是打横的咯，啊，一个打直的，一个打叉，一个点点点，还是一个画圆圈，这样搞定了咯。你一定要做这个东西啊，一定要啊，明白吗？两个三个 ，Matthew 给我一个反应，可以吗？这样的话一定要啊，这个陈恩。OK， 陈伦 ，OK， 阿金，一定要不蹲住啊 ，OK， 啊，就这个不蹲住，就是讲我们写哦，因为你不用写在下面嘛，哦，你写这个黄色代表 bus 的咯，这个是 basica 的咯，啊，一个是 jalan kaki 的，这样画了咯 ，OK， OK， 再来啊，graph garisan muda 线条，那年份啊，月份打横，哦，人数打直 ，OK。如果你看到这个什么意思知道吗？谁知道这个什么意思？零零零，这么有像零零零的啊？题目哦，对，还有个东西忘记讲，还有个东西要写。你看啊，他画到给你看，考试要怎样画？刚才我讲的东西啊，这个要题目啊，不蹲就要 OK。这个你画了，你要写这里代表什么？这里代表什么啊？当然这个号码也要啦 OK 啊，这是它重点啊 OK， 这里。这里要什么东西你看啊，他的题目是讲哦，说题目你抄罢了，我跟你讲题目你抄，他题目给了的 guna tenaga 人力资源啊 dalam sector economy 在我们的经济领域，从2010年到2014年 OK， 那个人力资源啊，2010年有几个人做工这样的意思，哎啊，在经济领域有多少个人做工 OK， 说2010年有这样多人，这样这是什么来的？我要问你们什么来的？点零零零啊，什么来的？嗯，回答我下，不然你自己也是要睡觉的，是不是？啊，我理解的。啊，它是什么？再来还有吗？其他的？陈恩啊 ，Matthew 啊，那个零零零代表什么？不懂你可以讲，不懂。这个零零零啊 ，OK， 看啊。这个零零零啊代表哦每一个其实OK， 它的每一个数据其实是千来的，就是要多三个零，因为哦全部都很大的号码嘛，它直接哦全部一起啊扣掉三个零哦就写在上面罢了，这样理解没有哈？没丢这样的话你理解我讲话吗？它代表真正的人数是这样啊 OK 哦，对，真正的人数是这样，所以改你看到啊，其实是它有可能不是三个零，可能是六个零的，因为你想算人数啦，全国啊，或者是全世界的人数啦，不可能这样少的嘛，是不是？如果是算全世界的，就更多，可能真的是六个零啊，到九个零都有可能的嘞，啊，它意思就是这样，所以你理解咯，这个 OK，OK，Matthew OK 啊 ，OK， 所以guna tenaga是哦，penggunaan tenaga manusia人力资源。啊、在经济发展的活动方面，这样的意思其实是 人力资源，人力资源在 geography 我们用很多人力资源这个字眼的，所以大概知道一下啦。OK， 说接着要讲话啊，说这个零零零你是不用画出来哦，你是不用写的，基本上不用写的、啊，你只是要跟着这个写11900、12284、12723这样罢了。那个零零零，这个要写在哪里呢？你只要写在你的表，我们直接看他的表啊，你看你的课本，
直接写这边就好了。哎 ，orang 零零零，你看到吗？你注意你的课本，因为你看到比较大个 ，orang 零零零就可以了。所以你不用写哈、哦、啊，很多个零全部写完下去，不用的，照他的写就可以了。OK， 哦，可是哈、哦，现在的重点是这样啊，我们要讲排列哈，它从11900啦到13576，哇，这样每一格要多少呢？你真的是要大概算了。OK， 你看啊。他讲首先我们画了横跟直线对吗，把戏门打打打横的是年份哦，打直的是、人力资源哦，这个是线条啊，大家这是线条啊。 OK， 选一下 scala， 他的 scala 他选了 1cm 就是一格啊，一格代表一这个叫什么类哈、啊、一个 million 的人。 OK， 100 juta 这个是100万人，一个格代表100万人啊，你看一个格是1000，看到吗？其实是100万了，因为多三个零了，看到吗？可以哦，所以一个格100万，200万来的300万，虽然你写的是1000、2000、3000了、哦、OK， 到它的最大的号码，这个表是几多啊？13576，你要做到14000哦，对不对？14000就是14000咯，对吗？啊，14000，这样的话就14个格就够了啊，对不对 ？OK， 接着啊。然后你就 plot 起来了，就是这样 ，OK， 点点点 plot 起来，然后连接起来 ，OK， 接着啊，有什么要要做的呢？就是这样了 ，OK， 有什么要画的啊？写这个，写这个，看到吗？一定要写的啊。还有题目 ，graph gallery 很容易的，就是这样罢了。哦，三个东西一定要有，可以吗？这样的话，理解啊 ？OK 啊，很容易，对不对？其实是很容易，只是。画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小困难罢了。 OK OK， 再来啊，我们看啊，graph gabungan 合并的，上面是温度，下面是雨水。等下我觉得会不会 OK， 我快快讲过了啊，因为我觉得你老师应该也是讲过。 OK， 然后graph gabungan 就是这样罢了啊。我们看啊，有什么要注意的啊？所以、这个你要注意左手边，因为每次教我们画回一样了，我跟你讲。 OK， 左手边雨水，右手边温度，可以吗？下面月份，这个有三个东西要写啊。 OK OK， 你写过这个的下面月份就可以连在一起了、啊、从你要12个格咯， January 到 December， 看到吗？不用写长长的、啊、Matthew， January February March April， 不用拿，直接 J 啊 F 啊 M 啊，这样啊。 OK， 好，接着啊，他叫我们找一下这个雨水跟温度、哦、最大跟最小的号码是多少，看回表，最大跟最小一定要的吗？对不对？我们要知道最多雨几多。左边是雨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先，从166到243，所以你看它用怎样的166到243。喂 ，OK， 它用什么？166到243，它就用这样咯，255075100啊，也是可以啦，对吗？你用100、200、300又太少了哦，所以2550咯，它一格代表25咯，然后。温度呢？从26.5到哦，最低是几多？你看温度啊，它有高有低啊。最低应该是26.5嘞，对吗？最高是27.7，是吗？26.5到27.7，我们要画在右边。说、这个怎样啊？啊，你要找一个位置啊，放零啊，要找个位置放零。说零、五、十、十五、二十，这样吗 ？OK。啊、你的零和不一定要从这 不可以从下面开始、啊、你要从上面开始、啊、理解吗？ OK， 接着啊，然后对啊，就这样就可以画了啦，就这样了哈。 OK， 说、可以的话啦哈，那个先不要动到这个疤啦，其实是可以动到，不过可以的话不要动到啊。 你看你的温度大概是20多度吗？你20多度要确保你已经在那个疤的号码的比较上面的地方了咯。 OK 啊，就是这样罢了。然后要写什么东西啊？三个边啊，户站几多，书户几多，月份几多，还有呢上面要写题目，就是这样罢了。 OK， 要写题目，我看一下这个，它有要 laureate 几次吗？哈，哦，没有啦，还没有叫我们 laureate， 这个不用了，要涂颜色也可以，不用也可以，这样。 OK， 好，大家哦、我知道我会闲聊的讲太多，现在你看一下 1.3 跟 1.4， OK， 我讲 1.3 跟 1.4， 你做一下它的圈圈题。 OK， 到第八题罢了。然后下面这个、1.3 1.4 这个啦，
第四题第五题看到吗啊，第五题朗嘎朗嘎可以不用做了，因为有点长啊，我不是讲很长的，我教你加简短的。哎，这个也是第一个朗嘎朗嘎们比那讲不用这个不用啊，比较长一点点，我等下再给你，你不用做先，你还要我们填朗嘎不用先。 OK， 你只是做圈圈题啊。哎，有啊，这个答案是 essay 的，你只是做圈圈题到第八罢了啊。 OK OK， 好，大家等下哦，现在是8:38嘛哈，8:40啦，你8:50回来 OK， 我给你10分钟做了，你可以 break 一下这样，8:50回来啊。 OK 啊，三个8:50见。